不说明天才拍摄吗？对啊，今天干嘛来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是，为什么就叫咱仨没叫别人啊？坐吧，坐吧。我坐这儿，我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让我坐这儿啊？他拍我那大哥分，过分，太过分了。谢谢。这就会喝。我们饿了，给我们弄点吃的吧。这个有没有人管管我们呀？这样啊，就是首先呢，你们去年我们最后第一季的结尾，三位还一起录了一个宣传片哦。第二季跟第一季绝对不一样，让我师傅捧地。甭听栾云平的，他没那力度，我跟你说，都不愿意搭理他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干嘛你？干嘛你？怎么也说？我跟你说，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总导演可跟我说了，孟鹤堂是第一季表现最好的，你们都跟我学着点儿。那么第二季，各位知道我们怎么玩吗？招商的时候说是团战，群殴弱是吧？那既然是团战，肯定得有队长。嗯，就目前来看，一个叫儿子，一个爱徒。我是个什么徒？去年的总冠军。我图什么？还真是，人家是冠军。你们做队长的几率会比较大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队长我还真不想当。我觉得你们俩当成能 hold 得住，我当队长有点欠缺点组织能力。你最近这个戏拍完了还没演够是吧？我觉得有点有弊的意思了。他确实是欠缺点组织能力。队长目前的产生机制，第一种可能性是郭老师定，第二种可能性，民主评议，人缘好的自然在民主评议当中会有点优势，那么民主评议的话，哥几个觉得谁的人缘好一点？我们仨之间吗？对，你要说人缘好，就我们俩其实还都行。我觉得他们俩都比我强。那倒是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因为这也没必要解释了吧。对，但是呢，只要他一发话呢，肯定我们都就没戏了。我那一击压死人，大家一会儿都不提了。哎，不提了。好，那我玩的小游戏，请大家吃个饭，饭馆我都替三位张罗好了。现在呢，我手里有三个信封，有一个好馆子啊，有一个非常好的馆子，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馆子，就没有次的。我们仨就谁哪都行了，那就好。三位，您搁这儿，哎，您搁这儿。对，你相中哪个？我就边上，我就捋着拿吧。这好，这太棒了。哎呦，我这个，这不是你想要的。那咱俩换。哎呦，绝对是个免单的地方。你这是个回民馆吧？对，到这儿吃饭就显出咱们家这势力来了。我跟你说吧，拍胸脯进去随便点。有个事儿得提醒一下，三个饭店统一会在5:30开席，你们需要点对点给其他11位师兄弟发消息邀请，不允许拉群，否则面子上不好看。走。我先走，我坐着发完了再走吧。不行，我从哪儿？我从哪儿走？走。这我也走了吧？我也走了。我得想想，我看还有谁没有发。
小孟，我走了。我差不多，我就这些人了，其他人我也叫不来。哎，我拿着这个饭卡吗？还？你拿着你自己的，互相别交流。他这地儿还挺好，你看看他这地儿，比我们俩这都强。走啊，他什么会馆？他那还挺洋气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给每个人都发完了，现在回微信的是严和祥，先第一个。第一个是他说，行，那我去您这个吧。曹阳给我回了一个好地好地，张伦回了一个好的，张九南回了一个好的，张九龄给我回了一个好的。张九南、张九龄五人加我六人，从数据上看呢，一共咱们十四个人录制，我们有六个人，这样我的数据已经不难看了。哎呀，王九龙也参与到我这里来了啊！现在总共我们有七人了，我已经过半了。那个晚上，那个等你录完了，耳朵眼咱一块吃顿饭去。哦，好。那我能参加吗？可以，你是何九华吗？可以参加呀，你跟老秦来吧。好。哎，一会儿见啊。嗯。拜拜哥。哟，咱们这样的话，可能给他们一网打尽了。这个小妹儿录节目跟周九良打赌，周九良把他微信给删了。我觉得我势必要揣一个空档给周九良发一个微信。喂，兄弟。哥。吃宵老吗？走啊。您这五点半啊，我过去来不及了，您吃吧，哥。等着你呀、啊，兄弟。兄弟。别等我了，哥。那你去哪儿吃？你去哪儿吃？哥哥找你、啊、行不行？那个有一个小聚会。哎，九良啊，我给你那个发，然后我发现咱俩还没加回来微信。咱们队是外边聚餐是吗？嗯，对，晚上吃饭。嗯，是队长请吃饭哈、啊。对，队长请，绝对队长请。哦，哎呦，那我这队员不掏钱不合适吗？哎呀，你就来吧。那行，得了、嗯、得了啊。嗯，拜拜。得了，您吃了，您吃了。炳哥，我这给你回过去，然后这个孟哥先叫的我。哎，罗老，你跟烧饼什么栾哥是一体吗？不是一块儿的。我还以为你们一体呢。那行，那我反正我也跟他们，我也会说，我先打一个进去，啊、是吧？行，好嘞，我直接给笔回一个。好，得嘞。兄弟，小老他不香吗？他不比烧麦强吗？对不对？吃烧麦容易硌着牙，我跟你说。我为什么不能吃烧麦？不能吃我儿子呀？那这谁轮就去你那儿了？对，我先给他发，第一个给他发的呀。轮说哥，我就反悔了，我就去你那儿了。哎，他没反悔，他以为咱是一 T 呢。哎，随便吧。嗯。发了多少个人？我没发太多。轮老。九南、老秦、九西、九华、九良，完了剩下的我觉得我叫不来，我都没叫。像九零、九龙肯定去饼哥那儿，四哥肯定得去饼哥那儿，对吧？现在有几个答应你，几个明确拒绝的？哟，我感觉现在基本上都是明确拒绝的。又最近啊，实在是这个家庭生活太丰富了，我这个疏于对师兄弟这个感情的沟通了。现在基本上大家伙已经把我归类在老年人的那个状态了，已经不爱跟我一块吃饭了。完了，歇了，连四哥都已经拒绝我了。曹老师给我发一个我们家的地址。完，现在我估计啊，我能叫得动的也没几个了。行了，我们也快到了。我觉得小孟那儿现在已经是力拔头筹了，我觉得人有点多了。我觉得小栾跟我差不多吧。谁愿意跟领导吃饭？你说是吗？意思啊，单九西、何九华、张鹤伦、王九龙、张九龄、张九南、严鹤祥、栾云平、
咱们多少这八个人了。我不会有这么好的人缘吧？哎，贺罗老师，贺罗老师去哪呀？哎，你跟我走。我们呢，准备你跟我走，哎，跟我走就行了。跟我走。你不用拍了，我们都不走。这三个队伍我们都不选择，我们选择自立成队。哥，上午公务来了，我们不准备叫外卖，我们哪儿也不去了。那三个队伍都不去，你要不来的话，没人拍我们。你们屋里都谁呀、啊？九零、九龙、九南、杨翔，我一会儿九西，一会儿九王，全都来。九王也来，他哦，行，好，那我们跟着走。有机器吗？有，机器老师。朋友们，机器来了，来吧，朋友，来吧，朋友们，就在这拍我们。请进，九郎，你俩在哪儿呢？我们俩搁屋呢，等吃了呀。来我屋吧，我屋现在全是人。先上，快来啊！快，今天这事儿必须统一战线，知道吗？快来。对，我屋里都是人。我给栾哥说，没必要，各行其道。我就现在当你面，咱就把这事儿我给他否了。栾哥，这个有点问题。因为我发现不只是您一个人叫了，然后还有好多人都叫，还有人没叫我，我就先不过去，咱们再商量。栾哥，我妈从北京来看我。师傅，我都不跟您吃了啊！你先点菜，点菜你先吃着，别着急，我们去了没事儿，剩什么吃什么，没事儿啊。好嘞，这会儿就没有父母了，对，这会儿都不管了。你现在就把老婆他拉黑了，拉黑了。可能呢？那就眼睛连包边号都没有人问我。我这儿也没有啊，还有反水的呢。我这全反水了，杨翔给我反水了，然后那个张伦反水了。喜欢干这种事儿，行吗？得嘞。你是没答应吗？哥，我过来就是想跟您说一声，我们队聚餐。哦，那好。那你就去那边吧。哎呀，我陪您一会儿。不用，我爱跟您在一块儿。不用，你少来这套。我爱跟您在一块儿。冷不冷？是有点冷，那你是想听点事儿？对呀，这挺好的，你这我也走，逗着玩儿。你这怎么的？一个人没有啊？那我也不是，咱俩过去以后啊，咱仨一块儿吃过了吗？他刚才孟哥那边不是一个人没有吗？不可能。这样，哥，我过去看看。好，打探一下虚实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给您发视频。好，服务员，赶紧把那个烧麦点上，快！快，我帮您看看去啊，我一会儿给您发视频哦。他们应该是出发小弄的，哎，就显得我一般地没关系。老四，你到底来不来？他就是个事儿，到时候就去了，去了就会聊出点什么来。看呀，你知道吗？一
以我对他们仨性格了解，超过一个钟头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仨就一模一样。对，我得递给他。好，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点菜，点菜，咱们就在这屋吃。四哥，等会儿我上趟我屋去。四哥，我跟着你去。不是，都不干涉，不干涉，不干涉。不是，所有你跟他们一样，咱们这都不干涉。如果想去就去，这没事儿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就你们想吃啥呀？都饺子，饺子，饺子。那我就真点饺子了，我可饿。饺子，有茴香的没有？你们点茴香，我点。他家要是都是饺子的话，最好素的，你别给我点。韭菜鸡蛋。我不吃，别。我吃，我吃。啊，你先走。猪肉韭菜。牛肉胡萝卜你吃吗？老大要跑，老大。没有没有，回屋回屋。进来进来进来，你坐这儿，这账不是这么算的。你看啊，这个栾、丙、孟三家现有的人里边，你服谁当头？哎，我服我自己。你看，服你自己，那别人服不服你？不服。那不服。对，就一个人一队啊。那不可能，这账不是这么算的。那我又被淘汰了，那不行。好，那咱仨人先帮着，咱仨一块儿。对。咱这镜头，我凭什么不能动点心眼儿？我第三期就淘汰了。主要我们仨人是有理由。对，第一季我们都淘汰了。咱哥仨先把手握在一块儿了，行吗？咱们就互上互来了。复仇者联盟，复仇者联盟。咱仨人一块儿去了之后，哪家在这吃啊？咱得吃饱了换钱。车钥匙在身上吗？在我身上。车钥匙在啊。工作人员，帮我们把电梯摁开。保证你出门的时候给我们摁上。对对。兜里拿口罩吗？我给你拿口罩，我给你拿鞋。我们要去干点大事，我们咱这成立了吧？为了部落，复仇者联盟，为了部落。行行，帮我摁一下，帮我摁一下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吃饭？不给我发一个来吗？你呀、啊，谁都别谁也别回来，咱去哪儿？听我先上车，上车我跟你们讲啊，我没想好呢。啊，你们也下楼啊？我们还吃着去了，吃着，咱就一块儿了。上车，走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，怎么不是？等会儿吧，你仨怎么现在？我们仨是因为我们在那屋聊过一圈之后，权衡了一下，我们仨才决定、你们俩必须得先上一回楼，你们通过你们的判断力打打力气。咱出去看看去。哎，那你们？咱们现在吃饭吗？我正要点呢，突然间屋里边刚才七个人，但是现在呢？现在突然脱队三个，脱队三个，那三个那仨脱队了。四哥玲珑把自回屋，突然把门关上了。不是我们上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下电梯。不是，他们仨跟他下楼了，那就走了。不，从这儿。这不是肯定是吗？有什么事吗？他们仨，上车。咱刚才太背了，这出门全碰上了。对呀，全碰上了。把灯打开。你们想想，如果说你在你心目当中最先排除的一个队伍，咱们第一站去他那儿。最先排除的。对，去孟哥那。我觉得要我最先我排除栾哥，今天咱们分队涉及到一个成团，我觉得栾哥可能他传统的东西是很不错，但是可能要成团他的思维不如丙哥跟孟哥时尚，我是这个想法，我就怕到那之后人家最后的规定说是你先到的哪儿以先到为宜，不可能，咱可以反，不，这个不用管，听我的，我就哎拍着呢，咱们还走吗？走啊，走，复仇者联盟对正式胜利。而且咱仨行，有阶级友谊在这。对呀、我们三个人都是上一季怀着怨恨走的，凭什么淘汰我们仨呀、我们不服。这期我们要当编剧，不露脸，当编剧上不了电视。我们要主宰这个规则。节目组不要拿第一季的套路来套路第二季的演员们，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今天我们要闹翻天。你们怎么就这仨人都留不住啊？没，我们没骗人、吃的来了是吧？对呀、吃了就完了。哎呦喂、真是的，早来呀、哎，咱能凑上热闹吗？咱不写活吗？对，不是，就是来，因为我同时在前后不到一分钟收到两个人的邀请，孟和栾，咱都去。
第二季第一期，你抱抱大腿，没有必要让自己孤独的站着。因为昨天给我发，我先答应了，我以为真是。对，我也先答应了。我也先答应，得亏我掰一块手机。我要为什么？我先答应。小梦儿，我怀疑他们不在一块儿，因为孟哥刚才是。大华，哎，那个正事儿。现在我琢磨一点就是啊，这帮人都是半真半假。咱们五个现在要是绑住了，是咱就成团了。对啊，郑丽君，我那个是、啊、凭什么他们仨当队长啊？对，他们仨有什么能力？真逗啊！哎呦，节目组认为这三个人很有能力，对，很有威望。那只是节目组认为，只是你们认为而已。真正他们仨要是深得师兄弟喜欢，能没人去吗？对了，就不去。咱们现在这种状态，得让他们知道，我们已经不去了，你们不要在那傻等了。给那个给饼哥放大。对。喂，饼哥。哎。来呀，我们这儿有饭局，问你来不来？我在这儿吃的呢。你跟谁吃呢，哥？我自己。我们在酒店呢，哪儿也没去，因为我们啊也想混一个好人缘。谁也不想得罪。哥，您回来吧，要不你自己在这儿怪那什么的。对。您只要吃的差不多啊，您就回来。回来就行了。啊，行，那咱们在一块儿玩玩。我先去。啊，好嘞，拜拜，拜拜哥。啊，哥，我们买了好多吃的，你想吃吗？然后我们这有一饭局，问你来不来？不，你在酒店都没出来是吧？跑位，我们都在酒店呢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吃到了美味可口的快餐，快餐。过分了，该给王哥打。我不知道哥还接不接我电话。王九呢？哥，哎，我们也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吃顿饭，我们点上了，您来不来？哦，不来。时间六点半就行，哥。不来不来。您过来吧。您别耽误哥。不来，您别给带了。你也来吧，我们认识你，你能带不来？我来不了。我们没有呢，我们打一车接您去，您回来吧。反正反正您要就不来我这儿了，别管我了。不是，我们先吃饭带您一个，您又没点。哎呦，好家伙，你也够逗的，我以为你带我。咱一块儿这么多人，咱都是人多吃热闹，有氛围啊。啊，不是。行吧，来。他让我上他们那儿，怎么可能啊？去他们那儿没有机器，龙哥一点乐模都没有了。也让他体验体验没有乐模的滋味吧。老赤手遮天的，就你能乐，我不能乐。看到了我的老背影。你好，是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屋怎么没人呢？有，这儿。快的，我你们来，你说来五个。啊，什么呀？四个。也可能只有两个。酒吧发起。位置共享，嗯，他们不是冲咱们来的呀，是吗？对呀，我给老秦打个电话，问问他。不进来了，我刚发的。哎，老秦，那个怎么还有多少时间到？啊，老秦，啊，喂，别昂了，人都挂了。哎呦，那咱俩吃吧。
行了，就我一人，别感动啊，别感动。伤心的泪。行，不用不用，流下了鳄鱼的眼泪。对不起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给孟哥接话，哇，真我就给孟哥，在关键时刻，在关键时刻，我们还是很团结的。对，是谁也不等了，你得等不来，你得等不来啊！就是说丰盛不丰盛，来，你也没想到就咱四个哈，两位哥哥不礼貌了，我们这儿有四个人家长，然后我们就先开吃了。现在在孟老堂那儿睡，秦霄贤、何九华、孟和周，杨九堂说他过来了，那应该跟我预测的差不多。现在有两种选择，一种选择就是我也去找烧饼，要是六个人，他们五个人酒店的五个人都来找我了，那我们这个桌子上就是六个人。各多两个，他们四个人，四个人和六个人。哎，不寂寞了是不是？你们要不来，我都觉着我可能就没人来。他们就有一波不出来了。行，先别说，先吃。今天这个饭是什么意思？是分阵营的还是说？不是，其实这顿饭很简单，就是看看仨人缘怎么样。其实跟明天都不挨着，他们就想复杂了。想复杂了，其实就如果真要是挨着的话，就三队。那他们现在这样的话，就变成两队了。你以为就他们有团子，我们仨人就会变吗？我们仨人就抱团不完了吗？对，那我给你讲道理。毕竟还是在外边的人多呀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变九个人了，九个人对你六个、五个，那还不简单吗？以为自己挺聪明的，其实就没事儿。我们一会儿啊，怎么着也得要出门啊。我跟你说一下，你跟我去吗？我跟他讲吧，他吃完就走吗？咱大家晚上四个一块走啊？那你有跟我走吗？随便，那一块儿住吧，你也甭管了。喂。嗯，服务员准备碗筷。哦，又来，又给拉了一个，是吧？连门都到，连门都到，这咱怎么说上坏话？人到小木屋，人特别亲。哎呦，其乐融融。昨天还剩几个？五个，五个。我是真觉得，就这事儿跟明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们就做了一个特别无用功的一事儿，还把咱们都得罪了。张鹤伦特别的坚定，哎呦，就不走了。我跟你就不走了。我跟你说，伦绝对是觉得自己这回聪明了。我们三路会师了，我们仨人可是一股大势力，我们绑一块了，反正对，我们这也都挺大势力，是，不应该是咱们是一股大势力，咱们是一股大势力，咱们现在是，就是我们仨已经融入到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一家人，我都抹了，这是软哥那儿啊，那个桌那个大呀。现在是7点，我5点半就在这儿等着，等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？
我就今天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像行为艺术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事儿。伦哥给我发了一个，你们这样下去没办法收场。我看看吧。你们这样下去没有办法收场。那他回来也就能收场。现在应该是栾那儿没人。栾哥一个人，孟哥俩人。嗯。但是我觉得啊，咱们要不要一块儿去找栾哥？但是让栾哥，条件是让栾哥把他们都喊到栾哥这儿来，把所有人都能叫到。因为我觉得栾哥有这个威信，因为他是咱们最年长的师哥。他说你俩过来吧，我们这儿人都齐了，就差你们了。那就赶紧去吧，那我们别废话了。咱说这儿，咱就等罗哥回来，咱就走呗。罗哥现在咱都去吧。成队了，那上那边那俩也成队了。你得讲什么呢？啊，你刚才说结果，他们说要我们一帮人去找王哥啊、哦，不能把他一人干那儿啊，多可怜呀、啊！你刚才还那么横那劲儿呢？不是我烦他是烦的，但是还得救他呀。走，他应该知道自己的不足了，他能改。走，嗯。他们来了，我打算藏起来。藏起来不好，藏起来还得我自己出来。人呢？有你呢？哎，哥，目的不明确。我们堵车了，他们没一个人都没有啊。坐吧。坐。你们为什么不出来？你们不都接到三个信息吗？对呀、啊，嗯，没有我接到俩，啊，没饼没给我发。啊，那就大多数都是接到三个信息呀、啊，嗯，就是你上哪个都行，那为什么要在酒店里？我就实在不明白。你要都去了那边，我这边一个没人，这也可以，那就他就这么玩啊。我们来个就是反其道而行，就是成为去哪个队就成为哪个队，我们哪个也不去，我们自己成一队。我明天要是什么，我们五个人就一个团，就跟栾哥。对对，啊，去你的，还跟栾哥，你们五个一团，前面我买我了，没有哥，是不是？这俩人眼睛说的就不一样，你们就没想过你们这几个人就冷板凳了吗？想过了，我们正好六人，正好六个人冷板凳。对，怎么少我们六人，没有我呀？算是您啊，一共六个人。我怎么可能跟冷板凳？我是这山头上的呀。完，你说，其实我已经想走了。你别走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一块儿了，我们就九打五了。我们这屋在屋里也分析了，我说如果要九打五的话，咱们能打得过人家吗？打不过呀。对，一想打不过，那咱赶紧抱一大嘴巴了。好几年没看见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提起来。别生气了，哥。这么扔一块，扔一块。分析半天，来吧，有点现金。有我们哥，我那肯定赢。他们那儿啊，突然没有征兆。哎，来，看手机吧。今天各位都吃上饭了吧？大家饭要多吃，事儿要少想。明天早上9点，我们在酒堡吃早点。